见到谁了呢？见到谁？今天我们在哪？见到谁了呢？见到。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在故宫博物馆。漂亮。杨哥，看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欢迎来到。说起来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是吗？你是第一次来？对，活了28年，第一次来故宫。哇哦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。相信我吗 ？Of course， 你第一次来，当然第一次来呢。之前在这就是有人住的吧？对，以前的皇帝。哇。现在就到 exhibit 展览。对，敦煌展。拜拜。对，然后我们在里面去。没去过宁夏的两个人来一下敦煌特展。从这边，这边好好看。琉璃，这个瓦，琉璃是啥？这个瓦不知道是不是叫琉璃瓦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护城墙。如果有这个东西，就是比如说古代的时候，你在这里面嘛比较安全。那有一个河，如果有人过来要打你的话，他过那个河会很难。他爬上这个墙也很难。这个就是他们用了很多 art， 然后写的就是表达一些故事。哇，这个很好看。这个好好看 ，Oh my god！ 另一边的护城墙。哦，哇。你在看啥？看商品。不用说，这个很适合我。就买了一个，早上起床的时候。对，你想喝点啥？小柿子。这个不用，我们要买，我要放在我的包，我行李。我刚刚买啥？买了这个，要放在我们的包。结果买了个这个。是啥？钥匙孔啊，对，那个香香的，还有个冰箱贴，你要放在哪里啊？放在我包里，这个放我冰箱上，上面写的是大胆，大胆，泰语，格拉代呀，是你的怎么说？他的 motto， 他的 slogan， 在那边就是天安门 square 这一边，你去过吗？当然去过，我去过。来，棒！这里有很多切。We are in two one。我要带你去站一下北京的主楼上。Going to the fire。现在站在北京的正中间。现在我们在北京的正中间。今天来了故宫，然后去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其实觉得太大了，对，就是一天前一天应该走不完，对，一天走不完，对。然后买了小小的东西要去那个展览，很好看。然后就他博洋就帮我说很多故宫的故事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儿，要去练习了，对，走吧，拜拜。